今天要分享两个个案，第一个因为反复的胰脏炎跟肺炎住院。那儿童胰脏炎其实在经过一系列详细的检查评估，也逐一的排除掉感染、药物、毒物、外伤这些因素之外，我们高度怀疑它可能是一个基因缺陷所造成的一个严重的疾病。那我们利用最新的基因的定序的方式，然后去扫它的基因的部分，那确定了它罹患了在华人非常罕见的囊性纤维化。那因为这个基因的缺陷造成它的肺脏跟胰脏这些外分泌器官的一个缺陷，在我们确定诊断之前，他在家里是休学的状态，因为他反复进出医院，全家都没有办法正常的作息。在确立了诊断之后，我们有提供适当的治疗，他已经正常的回去上学。那第二个案例是一个反复的精神倦怠、恶心、呕吐，那评估之后发现他有轻微的贫血、肝功能异常及凝血功能的异常，所以还有他的 ammonia 非常的高，因此安排他住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在蔡丽萍主任的协助之下，帮他做了一些基因的检测，确定他罹患了非常罕见的我们叫尿素循环代谢异常的疾病，所以导致他血中的 ammonia 的浓度非常的高，造成他的精神倦怠、嗜睡。那这种疾病其实在华人也非常的早见，也非常感谢蔡主任的大力协助，帮我们引进了这个专门治疗这个疾病的一个排氨的解药。那病人目前也可以正常的作息、饮食。每一次来到台北都会听到了我们医疗事业的菩萨大医王们在分享，很敬佩的我们的医疗系统，就是面对的不管年龄，也不分贫富，总是呢我们集中在生命为我们的重点。也听到了好几个小朋友，我们可以呢很用心，用父母心疼惜那一些孩子，如自己的孩子的病痛，寻寻觅觅，还是呢会找出了他有罕见很难找到的，我们找到了。只要有找对症，要下药治疗，那就不困难。也要感恩现在呢医学发达，医药呢也不断呢这么发达，所以啊，虽然医疗这过程辛苦，那这也是昂贵，可是呢生命是无法计算它生命价值，我们还是照常呢救他、治疗他，让他呢把生命恢复。这都是很感动。还有呢国库一个肾脏科就可以呢，好几个科都可以连串在一起哟。一位黄女士哈，61岁，左边15公分大的一个肾脏肿瘤，那她肿瘤的侵犯范围已经从左边的肾脏侵犯到右边这个所谓的下腔静脉，下腔静脉在这里哈，那这是所谓的主动脉，下腔静脉跟主动脉都是我们体内最大最重要的两条大血管。那一旦肿瘤延伸到这边，进入到下腔静脉，会经过肝脏，再上去一点就到心脏里面去了。那像这么难的一个手术，在手术前我们就计划由放射科医师跟心脏外科医师任主任，还有一般外科医师陈医师，还有我们泌尿科的张医师跟我哈，我们就共同为这病患做一个手术前的一个详尽的一个计划。那这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手术，这么多的一个步骤，不晓得过了几个小时。手术后呢，在加护病房还有我们心脏内科医师也共同照顾之下，其实病患甚至在术后8天就能够康复出院。这实在是一个身体来对哈，那就如同个乾坤，虽然是小乾坤，也是呢不同的一个
这个器官世界其实呢都是还有许许多多。一个十岁的小朋友，他是一个细嚼慢咽的小孩，我们帮这个小朋友做电脑断层，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很15公分左右的肿瘤，那这边是正常食道的一个路径、啊、那可以看到呢，这个阴影呢把它食道整个变得扭曲，它的食道已经受伤很严重，因为这个肿瘤的压迫，这个管道变得非常的狭窄，那食物进去啊就会摩擦到这个表皮，造成食道的破损，然后溃疡，那其实这是非常痛的。是我们在跟麻醉科一起合作，让小朋友进行无痛的胃镜，让他很安心的做完这个检查。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帮他做了食道胃的超音波，我们可以跟外科有更好的一个手术的计划。那后来我们帮小朋友做了胃食道重建手术，那让小朋友可以顺利的进食。看到了我们医疗的进步，都有很细腻的护理的维护病人安全，还要照顾到病人呢，就是要如何能很舒服，我们的护理菩萨自己去发明啊，如何抱抱孩子，如何呢让他去保护了他的这样的手，他还有要工作的护理菩萨要到哪一个病患的面前，需要用什么东西，所有的都把它呢包在一起，在自己的身上随手拿起来就不会拿错，也是所有的要用的都得随丢随着护理身上就不会缺不免招来招去，这样真的是很令人感动，这种跟我们的医疗过程还有仪器的发达等等啊，再加上啊温度，那一种很用心很温馨的护理的仔细很贴心的爱细腻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次医疗事业我们呢所要做的，这感恩的是每一位以往护理师都已经呢做到达到，当然呢就是空间我们永远都要往前进啊，这就是每一回来都是呢走在人医疗的前头，这都是很感恩是真多了，也看到了病人呐、啊，一动了这8个医师呢共同看那样的一个病人大医王们也是那样的用心跨科了，还是这么多的疼惜爱护。那我们的护理这白衣大师呢也是很温馨的照顾的这真的是全照顾，听得都很温馨很活泼，病人呢、啊、真的是很苦，可是呢有这样的照顾了，相信呢他的笑容啊也是很灿烂这种口腔啊一直在口腔癌的这个开刀可以想象的这在心理跟生理呢真的是所说的压力也苦，真苦啦。不过再怎么样呢有病啊还是有医师群护理菩萨大家用爱付出疼惜照顾。那10多天前我来的那一天，这个孩子呢也从百合岛把他带来，个子不大，
这侧弯呐、很大，据说了，开刀好了，长高了10公分，这就是哈、改变他的人生，也是转了一辈子的幸福，也说不定哈、总而言之，能看到，也许我们能做到，也说不定啊。爱的能量呢，是不可思议哈、医疗呢，就是跟生命有关，生命呢，跟一辈子的前途呢，也是有关。我们只要用心，他们对社会应该也都有帮助，对家庭更有帮助，很感人啊。